자시들레大家好，我是点点点蛋，欢迎收看丹达读豆的四分钟藏语教室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一句藏语成语，卡米亚尔达，卡米亚尔达，卡是嘴巴，米是眼睛，亚尔是上面，达是看观望的意思。卡米亚尔达。字面上呢是嘴巴和眼睛向上看，意思呢就是见贤思齐，向好的榜样学习的意思。我们来看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他两孙辈找了朋友，三家住不了小生的七弟，哎呢，来别可多了呀。当我呢，最近南瓜的兄弟们，他把中间的呢送回去给，哎呢，这就一般的喇嘛弟弟弟跟断了呀。当我他的没留头。三界的电波等级，等级级的大，把身体啊，个骨骼也把提高了。当然，我们这人锻炼设备，加上的这个第一点，其实突击把那信息，我们给身体的。我的人呢，加上的这个，才能够日本那边他完了，他结束了的，可没压得起来，得到了可没压得起来，他得到个紧张，那么是这个人三百多年，哎呢，说是他们这路下去。我都是呢，呢什么介绍啊？上介绍到，超介绍那么拉。成就跑到当年教书去，大概金属级别超能级，抓了便宜，上介抓不了小。那这句话的反义呢？藏语呢是卡米马尔达，卡米马尔达。马尔是下面，所以嘴巴和眼睛向下望，意思呢就是跟着学坏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，卡米亚尔达，卡米亚尔达，卡米马尔达，卡米马尔达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四分钟藏语教室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扎西德勒。